我们希望大家看到的，也透过我们主视觉感受到的，是我们从政的一个态度，从政的价值，从政的坚持。好，那希望接下来五个礼拜，我们每一位选民看到的是我们所做的选择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我没有办法控制对手的抹黑跟攻击跟泼粪，我们能够控制的是我们在面对这么大的困难跟挑战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坚持做好自己，问心无愧，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。那我也希望在五个礼拜后1月8号，中山跟北松山的选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坚持，也看到我们过去几年来的努力，或许不是传统的地方服务，但是绝对是深耕基层，投入社区。希望大家给予我们肯定，让我们进到国会，为大家跟大家一起来做更多的事情。